现代传播的数位化。光学摄影、数位摄影、光学电影、数位电影、印刷、书、报刊、制作过程和介、质变化、光碟版、网络版、其他形态电子版 ebook、 广播、数位音频广播、电视、数位电视、网路传媒资讯、传媒资讯加邮件、电子邮件、传媒资讯加电话、网路电话、传媒资讯加广播电台、网路广播电台、传媒资讯加电视台、网路电视台、传媒资讯加书籍、电子出版、电子书、传媒资讯加商业、电子商务、传媒资讯加教学、网路教学、传媒资讯加手机移动接收。 AREO 冒号 SAICCU AAREO 冒号 A IAAY 除以 DV AIOU 除以 O HAIU 二 C PDA EQLRN eBook Y MP3 斜线 MP4 CNE 数位传播科技新变化 AREO 冒号网络技术提供传播即便流媒体 Streaming Media 技术点对点 Peer to Peer 技术即时互动 ICQ SKYPE Blog 等技术搜索引擎 Search On Demand 技术新闻采编播存取透过器业网路平台 VPN 无指机无带化技术电视资讯化趋势协议 IP 化资源专业化服务内容个性化快捷宽带高速无线自由移动接收平板液晶高画质点选互动化后台处理统计连接网页资讯数位媒体特性非线性即时性整合性开放性标准化国际性 AREO 冒号 O HAG ERA 正负 AAQ AIATA ATOAAR BAOLAVE E 度 T A A Y G C E X S H C A E G H 正负 V W C A E G 三 S 二二 V X C A E G Hura 现代新闻报道需求电视广播新闻大众的需求真实清晰。宏观公正及时便利客制个人创意休闲电视新闻录制注意事项视听 AV 的信息格式而非读 read 的方式不同于读报章可及时返回描故视媒借特点播报口语较不如平面媒体之用字精确恰当摄录时注意容易混淆的静音和同音字信息需直接传达给观众和听众避免难以听明白的成语和比喻清楚交代新闻人物的身份有助印象辨识
避免导叙法，免误解。段落化 clip 较有力往。录速实化，交代新闻讯息或议题来源、时间与地点、人物主配角及关系、立场介绍、第三者比例、平衡视角、简缩略语、有碍事听流畅。电视新闻稿影像最短也需30秒位移。电视新闻录制注意事项，判断取舍新闻，更新新闻资讯，收集新闻线索，掌握新闻发展，新闻传送路径，接替分录采访，工作现场要领，新闻制作流程，采访摄影，写稿，剪辑及美编动画，编排播出，新闻编排将稿件需要排定的画面、标题、文字说明、影像做适当调理，并决定新闻长度或播出顺序。每则新闻制播导语与预告栏、报道事件重点、最新消息、特殊的内容、旁白与影片、访问、过桥、结语、新闻故事的元素。故事的元素是由六个 W 六合构成：人物 who、 时间 when、 the where、 事件内容 what、 发生原因 why、经过how较争议性，可虚拟、揣测、杜撰。影音内容呈现差异化，独家垄断。关键影音、娱乐资讯、小报分众、感官激情、八卦预测、狗资偷窥、数位环境著作权发展。著作权法因应数位环境之变化趋势，公开传输权、公开传输指以有线电、无线电之网路或其他通讯方法及声音或影像向公众提供或传达著作内容，包括使公众的于其各自选定之时间获得点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内容。网路有关的著作公开利用都属于公开传输权的范围。公开传输权会是未来者做授权的核心问题。复制传输、著作数位化、被侵权风险、储存分送、储存媒介容量大、成本低、无线网路、网际网路扩大、数位冲击、合法合理使用之定义，原则上均需取得授权时的合法利用。著作权法第44条至第63条为合理使用之个别规定，包括政府机关因公务需要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司法程序使用、教学使用、教科书、博物馆或图书馆因时事报道使用所接触之资料、个人或家庭非盈利目的之使用等。著作权法第65条第二项为合理使用之概括规定，
不属于个别规定。之合理实用行为，仍有可能依个案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行为。著作权之合理化法规，著作权法第49条，以广播、摄影、录影、新闻纸、网络或其他方法为实事报道者，在报道之必要范围内的利用其报道过程中所接触之著作。著作权法第52条，为报道、评论、教学、研究或其他正当目的之必要，在合理范围内的引用以公开发表之著作。著作权法第61条，接载于新闻纸、杂志或网络上有关政治、经济或社会上时事问题之论述，得由其他新闻纸、杂志转载或由广播或电视公开播送，或于网络上公开传输，但经注明不许转载、公开播送或公开传输者，不在此限。对身心障碍病患的报道有污名化问题， NCC 表示，未来电子媒体不经当事人、家属或其保护人同意，不得对身心障碍病人进行录音、录影或摄影采访工作。一、照精神卫生法第47条，若不尊重当事人意愿，将可处以6000元至60000元。罚缓。此外，在未经法院判决前，媒体不得妄下结论或推测，将事件原因归咎于当事人疾病或身心障碍，不得透过剪辑等方是影射精神障碍者的危险性，也不能使用具有歧视性文字形容，例如精神异常、疯子、狂汉、人魔、白痴、造女等字眼，应以身心障碍者来称呼。影像著作权合理使用原则，影像在利用与改作上容易引起争议，应以取得授权为原则，且需考虑合理使用播放媒介之界定，避免再制或改编缩小版面非全幅，为播报抓取运用他人网站首页著作权实例，受访者提供图文、照片，究竟如何使用？提供者未必拥有著作权，应确认是谁的，合理界定并告知将应用于何种媒体报道，可以同意书或电子邮件作确认。影音建构艺术 AREO-FEOOC AAI 二日元 D 二 O A 二 O A B V A C O C A E N 二 F E I E O O 三 D S Y 日元 F F E I O 2 O A A 三 Net F F E I A A V O A 一正负 R 别于静态图片、影像是运动的，有整体思维。
构图的两种形式。一、固定式被摄主。体和摄像机均固定不动，以内容及表情反应取胜，博得感情。二、运动式被摄主体和摄像机均在运动，被摄主体运动，摄像机固定，被摄主体固定，摄像机运动，达到刺激式神经做图文运算，如 GAN 影音建构艺术。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 ECO 正负 OCEIA 一正负二 OCN AG 日元 DB 度 AAE AOEO BAA 日元 O日元 D, D 正负 ,2OAI2, 日元 DAD A, CO 日元 DN, EIHC, AI2 日元 DAEAO, 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 ,AAAQ, 日元 IOJZEIO2, UAOSAI 日元 HE 日元 X, 日元 DA2,日元 IAAE CA 除以 AOEEVEINCQ 日元 IDUEAROEINA 日元 HCP30 度 EARAOAE3 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影音建构艺术 ,AREO 冒号视觉比例取景与构图垂直线水平线视线横线天的卡字边遮框沿半边脸主客关系光影背景地位月轴线长镜头主体比例主体背框动静之间焦点处理电视画面景别 AREO 冒号电视画面景别AREO 冒号摄影运镜 AREO 冒号 AREO 冒号 AAVEBA REO 冒号 AREO 冒号 AAVEBA REO 冒号 AREO 冒号 AAVEBBUA REO 冒号电视语言构成因素有摄影采访音乐音响文学戏剧主持解说字幕美术美编以及特技录音等技术手段其他因素另有灯光照明服装化妆播音技巧切换剪辑编及合成等配合与制约彼此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受单一事件表现手法环境时间创作者制作费所限制现场报道分镜运用部分镜头采用一次拍摄不经剪辑的制作是忠实的记录现实生活的简单摄录一个场面用一个固定的全景镜头拍摄以 M 当 EFP 的做法利用分镜的手法多是
点多空间的摄影表现，易于单视点、单空间和单时间的局限，以视觉形象安排动作的环节，表现一个完整故事，其艺术的是表现之明确和连贯性，可以超越实际场景的影响力。现场报道特质，利用新闻剪辑手段、数方式和镜头组合，将这些片段的镜头、场面和段落做合乎逻辑的重新组合，可能变成另类意涵，会严重影响观众之注意及关心之程度。语言、音乐以及字幕之摄录及安排，受新闻时间限制，电视画面部可能完整叙述连续场景，为让观众了解画面，对时空压缩和重组，辅以语言的说明、对话面资讯做整合，对隔断画面的逻辑变成一个整体式平衡与对等级比例原则，对影音报道是相当重要。电子摄影机及记录种类，专业电视摄影机 Beta Cam Digital SX SP IMAX V 负八、High 负八、D 负八、VHS、S、VHS、DV、Cam、Mini DV、MPEG 四 DV、1/2 inch tape、Width 3/4 inch、8公里、1/2 inch、DV、Cam tape、DV tape。Blu-ray disc, memory card, SD, MMC。 拍摄的基本知识，观景器影像校正 Viewfinder, 自动光圈 Iris, 确认 End, F-stop, 推拉镜头 Auto, Zoom, 对焦自动与手动 AndBack focus, 白平衡 white, balance 斜线 black, balance, color temp 色温校正，用于描述光源的光辐射特性，并非描述物体颜色。色温表示的是光源的颜色成分，而非光源的实际温度。拍摄的基本知识，无线麦克收音、录音水平 DBM Impedance 时序码 Time Code LTC BITC Tape Timer Fade Time Code 试拍确认 Letterbox16:9 斜线4:3 1080i 斜线 1080p 斜线 720i 斜线 720p NTSC and PAL Lighting 灯光 Watt Spot Floor Filter Color Temp 拍摄的基本知识，收录音讯专业工作人员、成本、品质、麦克风种类 Non-directional 全向斜线无向 Unidirectional Cardioid 单向斜线半形 Shotgun 指向型 Mini Mic 小蜜蜂检查音轨单音 Orly体双轨
监听音讯输入 level， 拍摄与取景时作一 distance long medium close up angle high 俯瞰 low 仰角 point of view objective 客观 subjective 主观 camera movement pan tilt dolly zoom 拍摄与取景时作二 motion 来自人物的 action 摄影机的 movement 作为视觉暗示移动镜头以避免呆板如拍摄地图转换摄影角度避免枯燥如拍摄新闻播报员 direction 可呈现近出画面的构图意图意念的呈现剧情暗示如两方即将碰面拍摄与取景时作三影像与剧情的 sequence 剧情与画面连续性注意多线剧情中时空交错一个场景的结束与开始或衔接另一场景 transition 情境转换或衔接剧情伏笔配合全片的 pace tempo 镜头运用与情绪介入感剪辑与后制作影音讯号输出剪接 assemble mode insert mode computer aided editing non-linear 配音音效特效字幕与图表虚拟摄影棚现场或后置摄影机高画质 HDC 3300系统三倍速高画质超慢动做摄像机以完整高清解析度实现三倍速慢动作效果对体预转播和其他高端内容创作应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摄影机包括三个三分之二英寸高速逐行扫描 CCD 可以实现1920×1080年1月80i 或 150i 格式输出也可以进行1280×18720p 或 150p 格式输出这款摄影机采用了标准 SMPTE 光缆其长度一系统配置可超过2000米慢动作摄像系统摄录影机高清数位摄录一体机 HDWF900R 具有 HDSDI 输出和新型的用于慢速快门图像翻转和3:2下拉变换功能 HDWF900R 同时配备三片高达 2.2 百万图元的 CCD 器键采用最新的 12bit 数位信号处里 0.49 on 的记录带宽小型带长达50分钟大型带位155分钟的记录时间均为 24P 模式时 HKDWF902R 是一种向下转换器HKDWF905R 是一种
慢速快门斜线图向翻转版，允许使用各种传统的电影镜头 HDWF900 摄录影机 XDCAMHD 摄录一体机 PDWF330 和 PDWF350都提供 24PSD 或 HD 记录慢快门 PDW350 提供 4FPS 60FPS 一帧增量，真正可变帧频记录能以25、35和 18MB 斜线 S 记录1080i 视频，并能用一种 HDMPEG 负二长 GOP 视频压缩编解码器记录 HD 内容。这些摄录一体机采用三片二分之一寸 CCD 150万图源成像器 AREO-IAU-FO-DUO-Y 光碟摄录影机 Sony PDW-530P 专业光碟摄录一体机 AREO-Sony PDW-V1 正负 MTIL 的日元 UDAC 正负 AY13 除以插卡摄录影机采用三分之二寸 HDCCD 14比特处理，有五个 P2 卡插槽以增加记录时间，并能在 1080p 和标准 NTSC 格式切换。 P2 摄录一体机 AJHVC 两千 P2 系列摄录存 P2 组图一直接编辑二向硬盘拷贝三转码编辑八亿位元组 P2 卡 AREO 冒号 P2 日元 Dory AOEI P2 组图 P2 组图直接编辑Infinity 两用摄录影机与松一和松下的方案不同，汤姆逊在 Infinity 系列中强调了用户有权选择记录介质及编码压缩格式的重要性，硬盘记录或固态闪存卡下一代压缩格式 JPEG 2000，同时还支持 DV25 和 MPEG 负二可选。按照该公司的划分 ，DV25 和 MPEG 负二将主要用作 SD 采集，而 JPEG 2000和 MPEG二 iframe 和长 GOP 则将被用作 HD 采集。 Grass Valley Infinity 系列 JVC 两用摄录影机即可使用 DV Mini DV 磁带拍摄，也可以使用硬盘 DR HD 100亿硬盘录像机拍摄，提供40亿位元组和80亿位元组两种硬盘。40亿位元组单元能连续记录三个多小时，而80亿位元组单元的记录时间则接近7小时。JVC Pro HD 的无带化记录
双槽位 P2 卡可以热。插拔部件段录制。16比9逐行扫描高清。3CCD。方形遮光罩。Leica 宽视角变焦镜。头。外置 100G 的 Focus In。盘记录。FS-100 适合长时间记录。摄影机 Sony HVR-ZEC 专业 DHV 摄录一体机 HVX-200 DVC PRO HD P2 掌中宝高画质摄录机 Canon XLHE 专 EHDV 摄像机AREO 冒号 JVCGY HD 101 VCAAY 除以原来的现有系统专业用机器来数字化 DVCPROP2 的工作流程播出磁带播出高速度传输直接编辑录像机操作性的非线性编辑 P2 CAM 2 CAM 2 CAN P2 DRIVE P2 DRIVE P2 DRI FAP 2 DAC P2 DAC P2 D EC 新闻播出服务器播出现场编辑没有机械系统工作流程的革命工作流程的革命低作业成本可靠度 Acquisition Detingle and Air Archive 新闻制播系统需求新闻制播系统需求我在所有流程中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保存速度稳定度高相容性 Proof Against environment, anti-shock and vibration, low. Maintenance cost, silent, low. Power consumption, quick editing. Retrievable, quick. Response, material. Sharing, mobility. Stability.Scheduling flexibility. Low storage cost. Reliability in long term storage space. Saving retrievable. 固态储存记忆体光碟。斜线资料袋。存录方式。AJ HD 1200AP2.CARD PCNLE P2 Store HDD P2 DRIVE P2 Mobile Field Recorder SD SDIHD SDI 工作站观看 Proxy 视频 Proxy 容 MPEG 4视频音频TC AREO 冒号 Proxy 度 OY 日元反斜线 A Proxy Codec Pro XY 编码 MPEG 4支持可变数据传输率 AREO 冒号 PCSE AREO 冒号 Video Audio E XI 冒号O3 Tau COPYEKY2 IE XI 冒号2 3O AKO YDVCPRO 音 Proxy Metadata P2SD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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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 SYESNONO P2HD WorkflowWith IT-based system. Reuse.
peer card. Acquisition. Tape and peer. Editing. Material server. Peer station. Peer materials are transferred to material server with 4-5 times faster speed than real time archive transmission server peer station MLE field edit BTLH 1700W AGHVX 200 Farrican AGHDX 400 1394 AJH 1200 BTLH 1700W P2 Mobile Playout Ingest Edit Line Back Banks Deep Playlist Stimulus Presentation Pack News Presentation Pack Registration Pre View Playout Distribute Sun Compile Gisto Reapl Terminal Areo 冒号 Workflow Innovation Material Server 派斜线 Low Res Material Server Near Line Archive Storage Near Line Archive Source VTR Optical Decline Input Device Proxy Generator Ingests D Backup VTR XPRI Clip XPRI Meta Station Optical Decodite Spree Mobile Field Newsroot Computer Muscat Winx Gateway Adwiki Guyabli Cation Playout Server Compile VTRON Air Distributions DIP Layout Server Register Registry Applicat Ion Terminal Registratio and Playout Maintenance At database background The service DB Updater proxy Generator transfer Manager input Routing switcher 全球新闻新概念罗志镇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华视全球新闻周刊主持人前言台湾看世界 vs 世界看台湾一个地球各自表述 CNN 现象 Taiwan without world news 职业 vs 置业国际资讯来源的婆场竞争传统媒体电子斜线平面网路新闻 Yahoo Google 公民新闻 Citizen Journalism 真实体验其他 Avant-go 全球化下的国际社会全球一体化疆界模糊化互赖 vs 依赖全球趋同 vs 趋异政治 vs 经济斜线国内 vs 国际权力变化大事 vs 小事非国家成员的兴起全球治理 and 全球在地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闻地理概念 vs 主题概念他国观点 vs 台湾观点大量制造 vs 分众生产
事实呈现 versus 真相分析，及时报道 versus 深度解读，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政策面，领导人及当事人的讯息传递管道，决策速度的加快，政策跟着民意跑，理性 versus 感性 impulse and image。国际新闻处理 tips， 新闻价值 newsworthy， 新闻来源背景资料，分析整理因果影响，空间时间，文字意象 photojournalism， 核心价值正确快速平衡深入 geo global voice online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 Run by 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has become a leading platform for promoting citizen journalism around the world. They specialize in roundups of blogospheres from underreported countries and in tracking in-country bloggers. Conversations on major news stories. Even mainstream media reporters are tuning in. Back. 新闻价值 newsworthy. Timeliness 时效性。Novelty 新鲜感 Relevance 相关性 Proximity 接近性 Impact 影响性 Human interest 兴趣度 Prominence 显著性 Back 台湾媒体与国际新闻需求与供给大众与分众品味与波场国际与在地，翻译与编译，职业与专业，竞争与消灭，结语，复期。